经成立24周年，谢谢大家的邀请，让我再一次有机会来向乡亲请安。美琴来到华福工作已经超过1年多，台美关系持续在进步。各位乡亲前辈虽然身在海外，心却从未遗忘故乡台湾。洛杉矶台湾会馆是台美人在海外的精神堡垒和家的象征。我要特别感谢前辈们的努力付出，也要再次对你们致上最深的祝福。台湾的国际处境与国家安全，面对中国的文攻克虏，但台湾人的特性是敏捷与韧性，不接受压迫。虽然台湾被孤立、被打压、胁迫，但我们不会屈服。当今国际社会面对 COVID-19 这场全球性的危机时，台湾坚韧之道的特质，以及台湾模式的防疫经验和经济成就，让国际社会开始正视台湾，也认同台湾有能力为国际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衷心期盼各位乡亲前辈继续跟我们的政府及人民一起为台湾未来的民主自由发展相挺，用各种方式支持台湾继续为台湾发声。台湾追求民主自由、文化等人权价值的努力已被全世界看到。台湾成功强健的自由民主是连结国际社会的主要及共享价值。未来我们会更加强跟国际间热爱自由民主的国家共同合作，以民主大联盟、世界加好友的精神，捍卫我们所享有的生活方式，走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道路。最后再次感谢洛杉矶乡亲长年以来对台湾的乡挺支持，预祝今年的年会圆满成功，也期待台湾会馆的整建计划得以早日顺利完成，让大家未来的会馆更加坚若磐石、美轮美奂。因为疫情还没结束，再次提醒各位乡亲照顾自己的身体，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离。感谢大家，祝福大家。